使用虚拟摇杆移动到目标区域。请使用普通攻击击败目标敌人。技能卡牌会在这个位置随着时间自动加载。技能经过短时间的蓄力，对前方巨型范围内所有敌方单位造成大量。目标不在攻击范围内，请靠近目标后使用蓄力重拳击败目标。您获得了一张新技能卡牌，请对目标敌方发出能量之拳，命中后对其造成伤害和眩晕效果。能量之拳可以使目标眩晕，请利用技能的配合来击败目标吧。欢迎来到魂舞的世界，请留下您的名字，开启精彩的竞技之旅吧。点击英雄按钮可进入英雄界面。现在让我们来完成挑战，解锁第一个。在吟唱，可以使用能量之拳或雷霆一击眩晕对手，打断施法。对方释放了多只召唤物，最好使用旋风攻击或雷霆一击尽快清除掉。对方在吟唱，可以使用能量之拳或雷霆一击眩晕对手，打断施法。现在让我们来完成挑战。远离了你，可以使用氮气推进或氮气加速来快速接近敌人。被对方定身时，可以使用氮气推进等位移类技能瞬间解除控制。
现在让我们来完成挑战。释放了一个陷阱，要注意移动，不要踩上哦。任务，接下来就请跟随任务继续游戏吧。旋转，跳跃，我是智能机械的操控大师。We'll be right back.
Thank you.
是森林的守护者。使用了预警类技能，注意躲避红色区域。